去这几年大家过得好吗？不好，这个世道完全变了，难怪会有这么多丢人的事情。赖皮寮有廉耻吗？不要脸，黑金贿选填废土，可恶，非常可恶，真的不能够再忍了。我们以掌声来欢迎董将军，谢谢。各位长辈，各位大哥大姐，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今天下午我们在这边，其实就是希望给我们国家有一个未来。我们要选出好的立法委员，好的总统，带着我们家国家向前行。可是大家想想，过去这几年大家过得好吗？不好。萧美琴副总统候选人在他的政见说明会上，他一直的说我们的 GDP 比马总统之后高了多少，我们的对外贸易又多了多少，可是钱呢？你觉得你的钱会比以前好用吗？不好用。哪个东西没涨价？说得对，没有不涨的。我们的钱少了，钱到哪去了？我们再想想，就在不久前发生台南的废土案，检察官说不法的利益就有21亿多。再想想前段时间就在台南啊，为了光电的利益88枪啊，到现在呢又怎么办了？前段时间高雄为了我们海军造猎雷舰200多亿不知去向，人呢要跑了。也就是说这个世道完全变了。我们以前讲，我们被教导，我们也带孩子要礼义廉耻，可是我们的行政院长说礼义廉耻不过就是欧联欧托散，立法院长说那个是君主时代的，我们不需要了，现在是民主自由了。难怪会有这么多丢人的事情。报纸上讲那个赖皮寮有廉耻吗？不要脸。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他有辨别，他有觉悟吗？没有。难怪过去他讲行政清廉爱乡土，结果网络上有人说他们是黑金贿选填废土，大家说对不对？可恶，非常可恶，真的不能够再忍了。刚市长讲嘉义市民用高票把王美惠女士送进立法院，结果咱们得到什么？中央补助款最后一名，最少的，人家随便都几百亿，最后一名，我们30亿出头。太看不起人了。王美惠女士，我不认识她，但我听说她很会跑婚丧喜庆，她很会嘘寒问暖，可能也会帮你通你们家的水沟，但是她的能力她不够做立法委员啊。
赖清德讲的中央的补助款是要靠有专业有分量的立委来争取的，显然他不是。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让我们的张秀华未来的委员到中央去帮我们监督中央政府，也做中央政府和我们地方政府的桥梁，帮我们争取预算，帮我们争取嘉义的建设，大家说好不好？好。秀华委员他是几号？五号。五号。五告站。五告站、哦、大家千万别忘了五告站。有立法委员，我们更需要有强有力的总统。侯友宜总统、赵少康副总统都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人物。侯先生是我们嘉义人，我们对他非常的熟悉。他的政见，尤其在国防部分，他要建立一个能够有贺主的战力，他还要能够跟对方来对话，来降低风险，这才是我们要的国家的未来啊！我们要安定，我们的经济才能够发展，我们的孩子才有未来啊！大家说对不对？对。侯先生和赵先生他们是几号？三号。三号。OK， 好看了。当然大家还要记得我们国民党政党票九号一定要去投，不但你自己去，还要记得把你的孩子、把你的儿子、女儿、女婿、媳妇都带去。年轻人的选票，他们就是年轻人，我们去对不认识的人你要去拉票真难啊，你房门都进不去啊。可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人如果能够拿住了就稳了，大家说对不对？加油啊，加油，我们全家去挺，不管他在不在嘉义，全台湾各县市他都要去投，这样才有用。一定要每一个人的票都进票箱，而且是五三九，好不好？五三九，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董将军，感谢您，感谢您。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